咁啊，今日咧參與我哋嘅蔡麗芬黃宇凡武術訓練學會第幾屆啊？第三週年嘅慶典。咁咧，首先歡迎各位嘅嚟臨啦。好啦，今日咧除咗我之外，係啦，咁啊，上年咧就我自己一個人，由頭帶到尾做司儀。咁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覺得哇，你真唔辛苦啊，係嘛？特別我哋嘅懲教署嘅好朋友們，今年我哋突破啲，我有個新嘅 partner， 大家估下係邊個先？嗱，知嘅冇出聲住，有啲知嘅嘛？有冇人估下啫？我要多謝我師傅今天給一次機會我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做司儀的經歷，今次是我的第一次做司儀的角色啦，啊，希望今晚那個表現不要令到大家失望。好，首先事不宜遲啦，首先第一個節目就是由我們蔡麗芬黃宇凡武術訓練學會的黃文琪，他會為大家送上同人八卦拳，給點掌聲歡迎他。好，三個台給你。你来中，我来中，没有钱包吗？